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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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哈喽，欢迎收看北西巴蒂，我是 Tommy。 因为今天呢，乐乐的妈妈就是我老婆我太太去了工作，去化妆，一早就出去了，然后留下我们两个。她大概中午12点多才回来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在照顾她。刚才喂了奶了，然后突然间想到，哎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帮她洗过澡，哎，我们今天来帮她洗澡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人呢，刚才是大便了，大便了，我现在要换尿片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啊，真真真真真真真！哎，现在也不用换先了，哦，因为也要洗澡了嘛。这样子先，可以去装水。不要乱滚啊！要围着它，不然的话它会滚下来。我们有买了这个架子，然后让它就在里面洗澡，还蛮稳的。然后我们的热水就这样子，OK。喂，冲凉啦！在那之前，我要找他的毛巾，他毛巾在哪里？等，找到了他的 Mason 的毛巾，这些。所以那个水大概半满就可以了，不用太满。脱了衣服，要帮他抹屁股先。Hello， 哎、，Hello， 跟大家 Hello， 各位靓仔靓靓叔靓婶。啊，大便啊！啊，大便啊！啊是啊 ，OK， 先稍微跟他抹一抹他的屁股嘞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带他去冲凉啦 ，OK。哎呦，冲凉啦，冲凉啦 ，OK。现在要帮他冲凉啦，要开始冲凉了，又紧张。首先呢，我是听看我老婆是帮他先抹他的头啦，然后用一点水先抹头啊，然后用一点点这一个他的那个沐浴露啊，都是用这个的哦。OK， 啊，要这样夹住他。好啦，真舒服。好啦，一下子，很快，很爽的嘛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哇哈哈 ，OK， 他一弄到他的头呢，他脸呢就是这样子的啦。来，洗面，真好的。OK， 好，好了，洗好呢走。然后之后就开始用那个沐浴露啦，帮他擦身体啦，是不是？笑，又又汗又又羞又想顶，所以呢，帮他冲一冲凉呢，整身都是一定是湿完的了。我们累，冲了去，哇！舒服吗，小姐？舒服吗？来，搞个底，剪。小孩子就是要每个部位给他擦得干干净净，因为小孩子嘛，他们会乱动嘛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是会为了省事呢，我们就会放到他出去拿东西这样子，千万就不要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很危险。那他们可能一下子就滑下去，所以就要买一些这样类似这样子的护垫呢，给他靠着，他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滑下去，就会造成不想要看到的恐怖画面。
背后呢？背后有没有洗啊？背后也要洗干净啊。哦，你看什么？哎，好了 ，OK， hold 住。那这个东西真的要快，我们去拿毛巾嘞。你要好好等我一下啊，很快很快。那五秒钟不到回来了，哼，好了啦。哎呀，臭高粱了，保持先。其实呢，我知道我绝对是不合格的啦，一定没有妈妈做的合格，毕竟是我第一次。喂，冲好凉了，舒服吗？哇，你是第一个被爸爸冲凉的女人呢。诶，什么话？OK， 冲好凉第一件事情就要关风扇。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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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然后抹干净，抹干净抹干净，抹干净抹干净。然后抹干净了，应该是要擦这个 baby lotion 吧？哎，表姐 ，baby lotion， 喂，按摩，帮你按摩。我不懂是不是对啦，擦不对的话就算了，因为我现在也不可能打电话给他妈妈问他妈妈。靓女，反过来，靓女，反过来啊！接下来就是最大的挑战了。我觉得冲凉了还不是大挑战，大挑战是要帮他换衣服。又准备上。baby 穿这件 OK 吗？静静换好衣服了啊，算好了吧，帮他冲一个凉，整身大汗。不懂他衣服有没有倒反呢？应该还好吧。好啦，没有倒反啦，大概是这样啦。OK， 今天帮他洗澡的这一个分享，小小分享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可能在过程里面呢，我会有一点点粗鲁，又会有一点点可能不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大家多多见谅啦哈。语音默认不要来骂我，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次嘛，可能很多顺序都不对的。如果冲的不干净，等下他妈妈回来也会继续帮他冲的。OK， 然后就是你看，帮他冲个凉，整身是完。OK。所以跟他洗澡真的是不容易，妈妈也不容易啦，所以妈妈每天要帮他洗澡，我洗一天都已经满头大汗了，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帮他洗澡，所以一定要拍一个片来记录一下的嘛。哎，叫妈妈洗澡有没有拍片记录？好，就大概是这样子啦，小小记录，小小分享，乐乐，OK 啊，第一次爸爸帮你冲凉，要期望你冲凉呢，开心冇？开心嘅话笑笑。开心嘅话笑笑，OK， 很明显他不开心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 like 一下。如果你是从 YouTube 看到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频道喽。旁边这边有个叮当，帮我按下去有最新的影片，也会最快知道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